3月11日，修杰楷晒出一张贾静雯为小布布理发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小布布一脸呆萌，贾静雯头戴狐狸结发饰，一脸认真地为女儿理发。修杰楷语气略显俏皮地配文称：“妈妈说下个轮到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相信专业还是相信职业？”网友们纷纷表示遭到一波狗粮暴击，但是甘之如饴。还有网友回答修杰楷的提问，斩钉截铁评论道：“你该无条件相信老婆。”还有网友再次被小布布的眼睛和表情萌翻，留言称：“布布的圆溜溜的眼睛配上淡定的表情，简直太可爱了。”